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啥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。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慢慢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的是啥？演什么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谁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永远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一个舞台，谁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。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谁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慢慢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的是啥？演什么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幸福悲哀，谁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永远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谁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永远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演出怎精彩？永远。